98学年度大专足球运动联赛，辅大最终以2-1赢下了冠军。那上一场对上北体的时候，教练是说你们胜出的关键是防守。那么这一场对上那个台体，你认为你们胜出的关键是什么？胜出的关键也是在防守，大家精神很好啊，然后跟全体的士气，全体的士气在打球，还有精神这样子，对吧？然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鼓励大家，希望大家下场的时候就是有信心啊。因为之前几次冠军赛跟他们交手的时候都是输他们，然后这次就是都鼓舞大家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很开心这样，好，谢谢。那今天因为下雨哦，所以场地可能有点湿滑。那对于场地湿滑造成许多球员就是跌倒失足，那你们会不会造成调度上的问题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们板凳深度很够啊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大家也是不想，大家如果受伤也是不想下场，都想拼到最后一刻这样。我们知道足球是世界上从事人口最多的一种运动，但国内对于足球可能不太熟悉，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，你自己认为足球对你来说是什么？足球就像是我从小陪我一起到大的朋友，因为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他一起练习啊，然后一直踢到这个年纪，然后未来也是会从事这方面的那个往这个领域去发展啊，所以足球对来说算是一辈子朋友啊，哎，对，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们。